你心中是否也有这样一个人？他离开后，生活还在继续，他留下的痕迹被平淡的日子逐渐抹去，那些遥远而明媚的青春年华也已在泛黄褪色的记忆里慢慢枯萎。当时光流逝，兜兜转转，那个人是否还会在原来的地方等你？这一年，父亲生了重病，本就拮据的家境变得更为紧张。和所有望女成凤的父母一样，为了让我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他们倾尽所有的人脉和积蓄，让我从郊区转到了市里一所数一数二的高中。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向外透着三个字：优越感。没事吧你？你怎么骑的车？找死啊！以后小心点。幸好不是每个同学都这样，比如你好莫雨华，你的同班同学莫雨华和我家境相仿，他是我在这个学校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朋友。你好，你刚来这个学校肯定不习惯吧，你会有什么事儿你就问我吧。那个也是我们班的，孟雪。成真的青梅竹马，这个傲娇的小公主因为某些原因，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把我看作她的死敌。宋明一直对孟雪唯命是从，为人谦和的她对我非常友善。周子毅，这个吊儿郎当的公子哥，所到之处永远都是鸡飞狗跳。可以啊，那么准，我起包了，你必须请我喝饮料。那你说，
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他竟然成了我高三生活乃至后来天崩地裂的开始。进来吧，孙老师，你坐那里，第四列最后一个。才52，下次我肯定比你高。宋天一，你还好意思啊？关你什么事？陈征，100。当初青年会死啊？看你们说多大次。原来是做不出题呀、啊，关你什么事？好，下课。不会就问我吗？为什么不问我呢？我成绩比你好，我可以教你。你急什么？你急什么呀？还给我！创可贴啊！闭嘴！我的。I have a dream。每个人都应该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高中这三年，大家风雨兼程，努力拼搏，为的是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每一个伟大的梦想不是凭空而来的，除了认真学习这一条路能够让自己梦想成真之外，别无选择。今天我就讲到这里，现在把书翻到128页。嗯，那你让爸爸好好休息。嗯。怎么样，你爸好点了吗？情况还是不怎么乐观，但是具体怎么样，我妈也不愿意告诉我。会好起来的。周子毅，你装神弄鬼干嘛呢？出来吧。冤有头债有主，这事儿得有个说法。对不起。对不起有屁用，都没法走路了。那你想怎么样？背他去食堂。背？背不了扶也行，扶不了就赔钱，要么赔人要么赔钱。赔什么钱啊？当然要赔钱了，什么挂号费。我的钱都在卡里了，我告诉下个月我再。
啊！你是不是傻呀？这么试下去不行，一起吃饭。谢谢，我去帮你把卡要回来。别去，人是我弄伤的，我就该负这个责，我不想欠他的。各位，哎，今天我周小爷高兴，免费请大家吃地兰胜选。哎，大姐，别着急啊，接着。过来。想不到这个苏运锦是真没钱，就买这么点地兰胜雪，卡就刷爆了。爸，你们知道吗？这是苏运锦一个月的生活费。走。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不吃白不吃，胖子，再吃一个。给你就拿着，怎么这么多话呀？谢谢你，但是你以后别这样了。你看啊，人家根本就不领你的情。我不需要别人的施舍。干嘛？我帮你补数学吧。凭什么？就凭我一百，你五十二。嘿，别误会，我只是见不得比我笨的人坐我前面而已。那是你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你学习不好，跟谁有关系？苏云锦，你爸爸还重病在床，家里条件还那么困难。能够把你送到我们学校来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说你呀，自己好好抓紧抓紧啊。解题思路往往简洁有效。实际你做八题是吧？虽然方式仍然简单粗暴。渐渐的，我们之间似乎有了一些心照不宣的小秘密。其实，
是众所周知的小秘密。这个人好像也没那么讨厌了。你最近成绩提高了蛮多嘛，有人帮忙就是好。还好啦。起来看棒球啊！其实我看的是周子怡。棒球，站！那你看的不是成真吗？苏运锦呢？运锦他家有急事，他回家了。你坐这干嘛？经理让我跟他换座位的。他人都没回来，你少胡说八道。他已经回来了。孙云锦，开门！我知道你在里面。孙云锦，开门！你再不开门，我就撞门了！开门！为什么要突然换座位？你是不是想躲开我？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知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回去吧。我不走，除非你回答我。我现在没有心思说这些。高考后好吗？在那之前，我保证不再打扰你了，可以吗？复习中，成真也果然如同他所答应的那样，再也没有找过我。不知不觉中，高考匆匆来临，又匆匆结束。我们曾经害怕过，憧憬过，
爱过也恨过的高三，就这样在炎炎夏日里画上了句号。你有什么想做却还没有勇气去做的事情吗？舞会就是要吃，喜欢人。周子毅，请你跳个舞。怎么不敢跳啊？跳就跳，谁怕谁啊。你发现没有，今天晚上的成真很不在状态。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感情真是个霸道的东西啊，不问先后，不问缘由。我认识了他18年，喜欢了他18年，可这18年却比不上你出现的几个月。苏云锦，我不喜欢你。陈真他是白马王子，而你却不是那个灰姑娘。大学毕业以后他要去美国继承家业，你呢？我根本没想过这些。你有资格去想吗？你们两个根本就不合适。他对你好只不过是可怜你。青春无限，同学们，你们马上就要展开新的人生了，我祝大家青春不老，梦想不老。孙云锦，我跳舞吧。我不会。我教你。要不我们去跳支舞吧。
跟我去北京，我们一起报清华，那是我的目标。苏云锦，跟我一起好吗？可是我考不上那么好的大学。以你现在的水平，考个北京普通大学绝对没有问题的。苏云锦，做我女朋友。苏云锦，跟我去北京。苏云锦，和我在一起。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的心思了，你可不许说不。像个傻瓜似的定在那里。再见，哲哲。夏去秋来，大一生活悄然而至又悄然而逝。高中时代那些晦涩暗淡的自卑和茫然，好像随着这一年的结束，和成真的杳无音讯，也渐渐淡出了我的世界。这是你的工作证。我们这个图书馆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这里的工作量大，薪酬也不高。老师，你放心，我一定尽自己的努力做好工作。这是索引目录，记得把书放在正确的位置。啊，对了，这是你的师兄沈居安，他在这工作2年了，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你可以随时问他。这么晚才来啊？没饭了？啊？又没赶上饭点吧？让我来吧。谢谢。对了，过两天有个活儿，有没有兴趣啊？对，可以，好嘞，就这样。不错，下一个啊，对，别动，好的，再来一个，你们俩靠近，对，下一个啊，对，很好，不错。哎，你怎么躲这儿啊？帮忙，谢谢。哎，
你的理想是什么？我没想过什么理想，能够平安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嗯，理想啊，梦想啊，是遥不可及的，只要能够平平淡淡的生活，我就很开心了。平淡生活挺好。哎，欢迎使用我们平常水，谢谢谢谢谢谢。哎，我资料有吗？欢迎使用我们平常水，平常水，谢谢哦，免费的水可以使用哦。欢迎使用我们的瓶装水，谢谢。走，请你吃饭去。好。沈君安，我看他对你不只是照顾小师妹这么简单吧？他喜欢你，你别瞎说了。他那么优秀，喜欢他的女孩多着呢。那你呢？你喜欢他吗？我每次看到他都会想到“清风霁月”这几个字。清风霁月。那程程呢？天崩地裂。看什么呢？看到我是不是很意外啊？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找我干嘛？谁说我是来找你的？那你走吧。凭什么我要听你的？你是什么人？行，我走。怎么说咱们也是老同学了。云姐，哎，君安，你怎么在这儿？不是说好了一起出去转转吗？有朋友啊。你好，我是沈君安，云姐的男朋友。巧了，我也是。程程，是我高中同学，现在在北京上大学。清华，好学校。一般一般。那你们是？想去郊外转转。我姐开车来的，要不咱们一起去？我打扰你们了？不打扰。走吧。我叫张月，程程的姐姐。沈君安。帅哥，
你陪我买水去吧。你喜欢的就是这样的男人呢？你说这些干什么？我想过要忘记你的，可是我根本就做不到。至少，请你告诉我哪里不够好。你放开！你先回答我！你放开！这里是寺庙，菩萨都看着呢。那菩萨知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苏云锦，喝一个。我不会喝酒。这个是我第一次敬你酒。他不会喝酒，我来吧。这手跟他的使，你替不了。云锦，这下你满意了吧？我不满意。我还想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你吻过我以后，就再也不联系我了？你踢我干嘛？我哪一个字说错了吗？我跟云锦在一起的时候，从来都不问为什么。苏云锦，你还真有一套。云锦，怎么了？我先送你回去，云姐，云姐，刚才你不是要替他喝吗？没有这个必要吧？怎么了？如果我愿意陪你过你想要的平淡生活，你愿意吗？面对这种物质的诱惑，很难做到心如止水的。全这么看我？难道不是吗？你敢说你对陈真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所以说，所谓的平淡生活，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走，昨天才分开，今天就想我了。陈建宇，混蛋！你让张月跟沈娟说了什么？啊？什么说什么呀？你少装糊涂！你们姐姐俩是不是合起来算计我？没有装糊涂啊，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为什么老是要来干扰我的生活？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放过我？哦，我懂了，是不是你跟姓沈的爸？苏应锦，我不知道你跟姓沈到底怎么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半点关系。跟你没有关系。你出现之前，我的生活好好的。是吗？分开这么久，你就没有想再见我吗？不想。那为什么我来找你的时候，就好像很开心的样子？没有。为什么喝醉之后，你要喊我的名字？胡说。不行，你去问沈娟。程程，你就是这样的，不打招呼就来学校找我，心血来潮，你总是这么霸道，你总是把你的感情强加在我身上，从高中补课的时候就开始了。谁让我喜欢你呢？喜欢我，我就要回应你了。既然你不喜欢我，你为什么要吻我？为什么要给我希望？你既然不喜欢，为什么不拒绝我，让我彻底死心？程程，我不喜欢你，我讨厌你。程程，我不喜欢你，我讨厌你。没有什么能比这句话更让他失望。我忘记了那一刻程程的反应，但我知道，他没有再像那晚一样傻傻地站在那里。也许那天之后，他终于学会了慢慢地将那个他曾经爱过却又给了他失望的女孩从心里抹去。他真的再也没有来过。没多久，沈居安也毕业了，听说是去了某家大公司上班。在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我的大学生活似乎终于回归了平静。你们实习啊，最重要的意义啊，就是把课堂上学的理论和实际呢结合起来。62床，昨天车祸被送进来的。周子毅，颅脑外伤，伴有脑髓液漏，头皮下血肿，面部有挫裂伤，全身有多处皮肤擦伤，以及软组织挫伤，小面积的肺挫伤。少量的血胸。20岁才得到心爱的洋娃娃，40岁才买得起俏丽的裙子，60岁才重遇初恋的人，这又有什么意思呢？世上没有无辜的爱人，光阴从未被枉费。他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趁还能爱的时候放肆的爱过。
27、28、29、30、31、32、33、34。不得不推掉假期的兼职，提前回到了老家。吴叔叔他在镇上的服装厂当会计，爱人去世了，身边也没有孩子，咱家平时大大小小的事，吴叔叔他帮了不少忙。喝茶。你要是不同意，妈明天就去回绝他。我觉得爸爸如果在的话，他一定会希望你幸福的。家附近不是有个电子二厂吗？我妈把它收购了，我来帮她送材料。别动了！你看，它也不是多好看，你要不就别做了。你懂什么呀？这也能赚钱的。你这东西能赚多少钱？一个8.5块，一晚上做5个，42块。那么少啊？那这样吧，我给你50块钱，你就别再陪我聊天吧，好不好？程程，你不缺钱，一晚上挣30-40块钱对于你来讲什么意义都没有，但是对于我和妈妈而言，这就意味着2天的生活费，这就是我们无话可说的。你醒了？那五只。你见过兔子吗？啊，废话。一只兔子几只耳朵呀？就没有只愿意长一只耳朵的兔子吗？那这只就是不愿意长尾巴的兔子。哈哈。本来就比较短的尾巴。
你手给我看看。你干嘛？哦，看手相啊。那你看出我的心思了吗？谢谢你。答应我，毕业后去北京，跟我一起好吗？这一次，你可不许再跑了。自己人生的下一站而四处奔波，为了跟程征在一起，我开始疯狂地向北京的公司投递简历。然而我的一腔热情却石沉大海，记不起半点过来。你在北京的公司投简历的事情有消息了吗？早知道我就跟你一起报医科大学，这样我还在那学校多待几年。快往这边小便。这是我的简历。没关系，现在毕业生那么多，又不是你一个人工作难找，对吧？我去，我给你拿点水。你看你，你电话。手头有个面试机会，你想不想去试试？什么公司？正好跟咱们专业是对口的。原本呢是一个熟人介绍我去的，可我不是要出国留学了吗？就空出一个位置，我就让给了你。北京的？上海的。上海的？哎呦，行了，这都什么节骨眼上了，能找着工作就不错了，你还管什么北京上海啊？给你，拿着，这是他们联系方式，你去试试啊。喂，程程。小雨姐，你在哪儿呢？电话一直打不通，给你留言也不回。我。哎，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在北京给你找了一个实习的机会，虽然专业不对口，但只要表现好，留下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哦。我找到工作了。哇，太好了！哎，北京哪家公司啊？是上海的。什么？我不是让你找北京的公司吗？我找了呀，可是没有北京哪家公司肯要我。我肯要你就行了呀。谁让你签上海的？程程，你听我说，我再不签我就毕业了。你都不知道现在工作有多难找，我总得找个地方落户口吧。你怎么这么自私，做事从来不替别人考虑。程程，马上给我一张最快去北京的票。
我在去北京的路上，你不是生气了吗？我想来找你。哇，我在去上海的路上。啊？啊什么啊？你去不了北京，我不来上海，难道要跟你分开啊？赶紧告诉我下一站是哪儿。快到太阳峪吧。那你在那下车，我来找你。你到了吗？你在哪儿？叔，看对面。回去好不好？哦，我有点冷。你干嘛？哦，我就放在这儿，就不动了。叔，别乱摸。我就是握握手。这别扯，会扯坏的。怎么扯？你干嘛？别扯，会扯坏的。哎，我去。哎，好热。干嘛？程程，你把裤子穿上。我热。去拿裤子！你这个骗子！在前头还小的，大的。纯真，我也是服了你。张远家那么大的房子不住，偏要挤在这小阁楼里。你小声点，我好不容易让运景搬过来，你别瞎说。运景。另外一个螺丝给我一下。你这破房子信号也不行。你爸妈现在不催你去美国了？怎么不催啊？他们现在生意挺好的，一直催着我过去帮忙。
那你有打算什么时候要去吗？还没想好，先拖着呗。那你过去了，苏云锦怎么办？打包带走。什么东西要打包带走啊？喝不喝绿豆汤？我要。谢谢，谢谢。哦，嗯，就这样。喝碗绿豆汤吧。哦，我突然之间有点事儿，我现在就要走了。嗯，不错，挺好喝的。我下个礼拜要跟陈姐姐结婚了。就好了，这个你留着。周子霖送我的，他要结婚了。其实我不是故意对你隐瞒我跟周子霖的关系，只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毕竟他从来没有承认过我是他的女朋友。只是不爱我，你后悔吗？云锦，我要离开这里了。我接受了系里的留学提议，读柏林圣三一学院，这是我可以选择的最远的地方。那你冬天冰天雪地的，一定照顾好自己。怎么样，喜欢吗？这就是张月家。嗯，走吧。小白二郎，搬出去这么久都不回来看看啊？我忙嘛，
早知道你这么没良心，我就应该听你妈的话，早一点把你发配到美国去。哎，我来了就不错了。娟，干嘛呀？今天是我大喜日子，陪我跳个舞，这么不情愿啊？你找谁不可以，偏找他？你管呢？我喜欢。那你觉得他是喜欢你的人，还是喜欢你的钱？那你告诉我，苏韵锦是喜欢你的人，还是喜欢你的钱啊？韵锦跟他不一样。是不是会感到很惊讶？张伟他很不错，恭喜你。谢谢。就算他不怎么样也没有关系，我娶的是一个叫做张烨的女人，她的姓氏，她的老爸，有这些就够了，其他对我来说不重要。可是我觉得你不应该伤害她。没有人应该受到伤害，但我跟他是两个世界的人，他想要的分分钟就能得到，我想要的他也再清楚不过。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他你是朋友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在很多方面都挺像的。我们不像。咱买到了，走吧。哎，这个鞋派你里多可惜啊！来，我背你，来了，走吧。哎呀，哇，真变成猪了，重量背不动了。真真，你当初为什么不放弃我？我怕我不在，没人受得了你这个坏脾气。那你会娶我吗？什么？我们会结婚吗？韵锦，我发誓，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飞老婆回家喽！除了宫颈癌，不过你别担心，病情已经控制住了。可当初急着手术，急需要一大笔钱，18万，我哪儿找这笔钱去？我就从公司挪用。您不是下岗了吗？服装厂是倒闭了，可程正他们家不是在咱们这儿收了个厂子吗？他就在那儿给我找了个事儿，他不让告诉你。所以说，那笔钱是程正家的。小心，我会尽快还的，那没关系。谢谢你，我再想办法。不单谢谢，几千块钱对我来说也非常重要。没事，麻烦你了，我会尽快还你的。你想念吗？尽快还的，我再想办法。喂，娟。Hello。
奇打电话问的，他说家里临时有事要借你的钱，暂时不能借了。我打给吴叔叔了，起初他什么都不肯说。这么大的事儿，您早点告诉我呀。这是30万，你给吴叔叔吧，让他先把钱补上。程程，钱我借到了。你跟谁借的？你那些朋友谁可以借你这么大笔钱？你倒是说啊。沈娟，这么大一件事情你不找我，你说我这个男朋友是不是很失败？你听我说，叔叔是因为你的关系才得到这份工作的。现在账目出了问题，我总不能够再用你的钱去填补漏洞吧？那你就可以用沈居安的钱吗？我去找他姐姐，是因为他和我一样，知道贫穷有多可怕。不要再解释了。沈君，沈君。以后离苏应京远一点。拿女人的钱充情圣，你算什么东西？早就听说陈家做的是大生意，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了，钱都是翻了倍的还，但是多出来的钱还是请你拿回去，因为我是帮运气。我的女人不需要你帮，但是她现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找的是我，不是你。我们下次一块儿喝好不好？胖子，你快来！胖、哎、你，你别跟他一块儿喝。胖、哎。好，不好喝。孟雪，来一杯吧。程程，喝完了，跟我回去吧。你的事不用我管。我的事，你别管。别这样，有什么事情我们回去再说。我不回去。那麻烦你们等一下早点送他回家。好。
陈真，你什么意思？同学一讲你什么意思？你可以不喜欢人家，但是你不能这样不尊重人家，你懂不懂啊？关你屁事！什么意思？你们俩住手！你们俩住手！松开！陈真，今天晚上我才发现，其实你也挺可怜的。女孩子如果觉得自己爱的人变得可怜了，是不是就代表不爱了？我欠你30万，这是欠条。人，苏云锦，你这里欠我的有什么还？你说话。我最恨你像个石头一样。2007年，我第一次见到你，到今天整整6年，你终究还是不爱我。先生，客舱和机组都准备好了，请问可以起飞了吗？再等一下。好的。走吧。好。
时间真是个可怕的东西，它能抚平一切，将心里好的或是坏的痕迹一刀刀刮去，只留下一个面目模糊的疤痕。分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影子无所不在，他总是站在每个街口，每次转身都恍惚看到熟悉的身影。整整24个月，这样的方式成了我和他之间唯一的联系纽带。除此之外，我似乎越来越少想起关于他的一切。可是我根本就做不到，至少请你告诉我哪里不够好。那菩萨知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心中是否也有这样一个人？他离开后，生活还在继续，他留下的痕迹被平淡的日子逐渐抹去，那些遥远而明媚的青春年华也已在泛黄褪色的记忆里慢慢枯萎。也曾说了再见，星空很近，以为能平息了回忆，也曾收拾行李买了车票，以为从此不会想你，不会
想你，and that's you and me， 反反复复，寻寻觅觅，你是否，你是否从未忘记？走走停停，原来你，原来你还在这里，还在这里。当时光流逝，兜兜转转，那个人是否还会在原来的地方？寻寻觅觅，你是否，你是否从未忘记 ？And just you and me， 兜兜转转，走走停停。曾说了再见，清空痕迹，以为能平息了回忆，也曾收拾行李买了车票，以为从此不会想你，不会想你，也曾看过蝉鸣，听过大雨，思念也被黑夜唤醒，也曾满心欢喜，翻山越岭，想要把所有告诉你，告诉你。And just you and me， 反反复复，寻寻觅觅，你是否，你是否从未忘。And just you and me， 兜兜转转，走走停停，原来你，原来你还在这里，还在这里。
在这里。在这里。